闭幕典礼。现在请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第三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7月26日上午9时30分至12时2分止，地点本会议室厅，出席议员祥如户表，列席市政府市长涂醒哲等22人，本会秘书长李佩玲等3人，主席肖议长署立郭副议长明斌。报告事项：一、出席人数已达法定人数，主席宣告开会；二、本日议程专题讨论探讨市政问题；三、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经大会无异议认可。四、依据嘉义市后庄里里长陈义奇等4人陈情，本市如错段306-3D号土地以有偿拨用方案，并保留地上物金钟市场一案，经大会决议，请议事组函转市政府办理。本日议程专题讨论探讨市政问题，花莲议员陈信之、张龙藏、黄秋泽、吴尚敏、廖天龙，肖议长署立张秀华、戴玲、傅大伟、蔡永泉等议员，达户主管财政处长李志成、地震处长饶家博、市长涂醒哲、政风处长张振潭、建设处副处长罗之正、环保局长张志成、公务处长李建贤、企划处长余坤龙、教育处长黄旭信、主计处长黄明辉等单位主管。花莲要点陈信之议员探讨市府临近区域用地公告地价，以及一楼工商科不应贸然办理标租，理应朝改善员工办公场所进行，且4、5楼水电应分表机会等相关事宜。张龙藏议员探讨政风处对市长交查、民众检举、媒体报道之弊端不积极处理，显然政风处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及查案应有之态度，逾越权限、偏袒私了、无公无伦理，处理林森国小校长午餐结余款不当挪用案、采密等方式办理，回复议员公文草草了事等问题，探讨教育处长篡改法令、向媒体发表不实言论、污蔑议员、误导视听、欺骗社会大众、违反公务员服务法、政风处明显官官相护等议题，请市长对午餐结余款案应予重视。黄秋泽议员探讨新安国小东边列为机关用地之管理单位相关事宜，对府内里区段征收第1、2期工程应排除土地障碍物予重视，早早重申问题。探讨八掌溪南岸堤防工程与新村里雅园挡土墙设施，以及文雅街如意路与百姓土地丈量错误等问题。探讨动物收容所新建工程相关事宜，并研议流浪狗捕捉与认养管理方法，并鼓励民间投资新建等问题。吴尚敏议员探讨市长就任以来市政推动不利现象，呼吁市长要以百姓福利为先，人事应力求稳定，货转中心应积极进行开发，勉励市长继续为本市发展努力。廖天龙议员探讨不当财产之定义，建请市府对台糖公司早期无偿取得土地，应向上级单位要求归还国有财产局，并据理力争无偿拨用土地。探讨路桥设施影响店家权益，是否应严议调整地价税以回馈百姓，并开放路桥下供店家停车等问题。肖议长署立副议市长针对与嘉义县相关之议题，不应失去立场自我矮化，理应站在市民最大利益来做决策，展现市长之担当，让嘉义市民看到希望。张秀华议员探讨环保局办理公有建筑物太阳能板公告招标案，对其公告内容逾越市长任期，且有绑标现象，采用最有利标，显然未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等问题。探讨是否视作水沟设施要求市民签切结书问题，建请市府对不合理内容应予修正，以免剥削市民权益。探讨学校超额教师相关议题，教育处与各校应提高连结性，数据资料应力求一致，并将行政与教职工作做切割，避免造成学校困扰，影响教师权益。戴玲议员探讨青年创业园区规划报告案，软体设施不符需求，显然浪费公帑，建请市府应朝解约方式进行。傅大伟议员探讨本市8米道路开辟事宜，市府实施容积转移方式成效不彰，建请明年度应编列预算征收开辟，采2种方式并列进行，以免影响本市发展。探讨体育会与体育总会整合不成，公文处理流程迟缓，阻碍本市体育发展等问题。蔡永泉议员对建设处副处长积极处理职灾问题给予赞许。探讨工程实际进度与支付超额工程款相关事宜，建请市府对落后进度工程领取前额应主动进行查核。结论：涂市长上任1年半以来，市政绩效不彰，问题层出不穷，导致各项重大市政建设沦为口号，没能让嘉义市民有感，市长及各市府各单位对于议员所提供的宝贵意见及建议应予重视。散会12时2分宣读完毕。
好，各位同仁，请问对于上次会议记录有没有意见？哎，主席。好，好，张总、张议员。宋小姐，那个临时国家校长有没有提到？有。有啊。有。挪用公款啊，以个人私人名义啊，有没有？刚才读了没有？挪用午餐接一款。来。挪用午餐接一款是属于公款，以个人名义赠送。郭定华呢？郭定华现在篡改法令。有，在第二条都有提到。你错误的法令，有没有误导视听给没有？张议员，我重新读你的那个建议。张龙章议员探讨政风处对市长交查民众检举媒体报道之弊端不积极处理，显然政风处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及查案应有之态度，逾越权限，偏袒私了，无公务伦理，处理林森国小校长午餐结余款不当挪用案采密等方式办理，回复议员公文草草了事等问题，探讨教育处长篡改法令，向媒体发表不实言论，污蔑议员，误导视听，欺骗社会大众，违反公务员服务法，政风处明显官官相护等议题，请市长对午餐结余款应予重视。好，第二个啊，校长方面挪用午餐结余款属于公款，以个人以私人名义，个人私人名义呢赠送，郭定华呢篡改法令，错误以错误法令呢误导视听，那等于欺骗市长市民嘛，更不行嘛，是这样嘛，都要加上这个，加上几句。有啊，我就好，是否请张龙章议员再没关系，你就录音嘛，你等一下回去再写嘛，好不好？好，不要浪费时间了。好，那我们就是听了录音以后，我们写的这个结果，我们再针对这一条的内容，再让张龙章议员过目，好不好？好，请问各位同仁，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好，如果没有的话，确认讨论议案。好，各位同仁，现在进行各类议案的二三读会程序。那么对应经三读会程序之议案呢，在完成二读后继续进行三读，请问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无异议通过讨论市府提案。好，各位同仁，请翻阅市府提案，现在进行讨论编号甲一号案，请议事组宣读。甲一号案提案单位嘉义市政府，案由105年度本市总预算第三次追加减预算业已编竣提请审议，办法是贵会审议通过后依法公布并执行，审查意见照原编通过。好，各位同仁，甲一号案那么经交付各审查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完成审查，审查意见是照原编通过。那么请问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完成二读，继续进行三读，请议事组宣读。甲一号案案由105年度本市总预算第三次追加减预算业已编竣提请审议，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完成二读。好，各位同仁，对于甲一号案二读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决议照二读决议通过完成三读。讨论议员提案。好，各位同仁，请翻阅议员提案，那么共有一案，编号乙一号案，那么要组设专案小组，本案经第三审查委员会审查之意见为原案通过，那么请问各位同仁对于本案有没有意见？好，副大委议员请发言。这个我加入联署了。哦，好，副大委议员曾烈为联署人。好，请问各位同仁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好，如果没有其他意见的话，那么增加联署人副大委议员一名，那么修正通过，请提案人担任召集人，联署人担任小组的委员。临时动议。好，各位同仁，现在进行讨论临时动议，那么有一案，请议事组宣读。动议人陈信之议员、副议人蔡龙峰议员等四人，案由建请市府暂缓将国定古迹旧监移拨市府之计划，并应审慎评估裁员与管理维护等事宜。好，各位同仁，那么对于本案临时动议有没有意见？主席。好，陈先生议员请说明。主席哈，还有市长哈，咱的议员同仁记者先生小姐大家好哈，市长哈，我是希望讲
我们对这个旧监的这一个案子，你要好好的审慎去评估，因为这是国定古迹，不是讲像讲一地来，还是讲这个土地，还是讲吼，伊这个内底不是国定古迹，我们可以随心所欲讲，我想要创啥就当创啥。你国定古迹不是，它的设限很多。好、哦，比如讲，你要开餐厅，有可能嘛是袂使哩。好、哦，啊，你要做这人，有可能嘛是袂使哩。尤其国定古迹来讲，你要修复，你还要遵照它的国定古迹一步一步去做。唔是讲我今日今日这破去，啊，我本来是迄个遐，我即阵要甲砍迄个其他，不可以。你还是要照他原来的那个物件去做，所以我是干嘛讲？如果你要移拨这个，一定要跟中央讲清楚，因为法务部呢，伊一里这个是烫手山芋，伊嘛一里要破烂，伊赶紧要急急处理嘛，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所以咧讲，我嘛无讲反对讲，伊要荷兰咱无爱，但是一定要跟中央讲清楚，这个钱要安怎荷兰。吼、哦，要让咱修复。如果若讲钱拢讲好势，咱唔通去倒塌。吼、哦，但是还有一个前提的讲，咱要甲伊拨袂要紧，但是钱要拨足咱了，咱即地以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处理，咱嘛是要委外嘛，对不？市长，我们是要委外嘛。啊，是你感觉讲即地来，你要想要创啥？我是不是会当听咱市长你的意见之类？好，请涂市长来回答。谢谢刚前世是议员对这个旧监，那旧监的确像你讲的哈，法务部有一点点哈上烫手山芋，所以上一次那个小宋叔他们有过来开会的时候有提到，所以我们就用刚刚你讲的非常谨慎的态度，我们先把说你硬体还要改进了多少钱，每一点营为了管理了哈，你们要花多少钱，这个部分哈先。把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讲清楚？那、啊、未来哈、啊，如果说这样子可行的话，你们是不是都卖个插当插栽？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用，来思考？那以后我们再来思考。那先把他们的这个前者先划分清楚，我们再来说。对，因为现在法务部来讲，他伊无咧，伊现在一单甲补助咱600几万，是一工四点钟了，一点钟四点钟补助咱600几万，互咱文化局去处理。吼、哦，伊这个暂时维护甲其他家，如果若讲讲无好势，咱如果讲真正甲接这地倒转来，伊从法务部甲文化部都甲你放死囡仔听的时阵，嘉义市真正无法度去做这地，你后盖拢免建设啦。你多该遮钱拢来谈到遐就好啊，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一个真的一定要做慎重去跟民讲，讲哪好势可以，因拢要甲咱补助，也是讲好要甲咱补助偌久，也是讲补助甲咱讲咱会当委外出去了，吼、哦，好无甲咱补助，那就没有关系。但是即卖二期甲三期的钱根本就拢无予咱拿哦，根本系讲要征收的钱都因都无予咱拿哦。你甲想讲这后盖有可能二期三期啊个过落亿咯？我们的钱去哪里？所以吼、哦，我是干嘛讲吼，市长你要做这一个，因为我知影这是你的市政顾问吼、哦，一直拢提出讲，希望咱会当去甲接这地。所以我是干嘛讲，为了嘉义市的这个发展也好，啥物拢好，要接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前提之下，迄个应该讲个清楚，你才当去甲接，唔当随时去安尼阁讲讲，人甲你讲讲，头壳烧烧好，你就甲接倒转来呢，迄、真正是做不好处理的吼、哦，谢谢。好，来蔡龙峰议员，请发言。对，市长，这个相对吼，这个咱旧感觉，这个咱嘉义市吼，旧感觉伫维新路遮。其实伫因为市长时代，吼、哦，以前就暂停国籍，以前就国籍的国籍，分不包。因为这个管理是咱嘉，即马嘉义感觉伊伫遐管理。曾经我交陈议员，阮伫嘉义感觉交迄个感觉长在讲，因为真早足早，因就足希望咱嘉义市来接管。现在就当然，咱嘉义市来接管，这是对咱嘉义市嘛增加一个点啊。但是这个经营的问题咧，你知影一当维修、维护、管理要偌侪钱无？又搁伊个硬软体还袂完整，要放互咱，咱无个财政去也接纳者。因为你若讲完全伊拢整理较好，哦，伊个前提条件完全拢伊家。硬软体设备较好吼，来要交予咱使用，咱较来接管。但伫目前伫这个前提条件还未妥协，还未讲好吼。尤其硬软体还未整理好的时阵我希望讲市长
当然有人也咧建议讲，家己感觉咱也接管倒来，哦，这是一个真好方向。所以讲，伫唔是干那即马甲你讲尔，我讲伫前朝，因咩时代，啥伊无爱食，对无？这就有种种一寡原因。啊，我希望讲，只要咱要食，袂当动用着咱家厂的经验来做维修，应该是中央爱专款补助，完全做甲拢好，交咱，咱较过来想办法，看要用什么方法，未来咱的财政唔免去用伊啊去。咱唔免偏经营啊去，哦，这你也慎重去考虑，哦，啊，不过嘛，足希望讲，诶，咱家己来接管，咱文化局，对无？哦，所以讲，伫遮你会当为进前遐去斗斗问，你袂使单听着讲什么，讲要给你，你就感觉足欢喜个啊！你像讲分草局遐，分草局遐，予咱，咱嘛是足欢喜，结果咱甲什么也袂去开发啦，对无？迄予咱即马来要开发，是咱来家己咱自有财产。咱家市场要家开钱去，要安怎规划呢？历史这问题，你啊，家己感觉你啊，即马好难嘞。咱要开偌钱去维，偌济钱去维修、去重建、去经营人体迄落，所以这点你也慎重去考虑。哦，我是希望讲，哦，阮邓议员交阮遮会当互你做一个参考。哦，以上。好，谢谢。好，副道议员请发言。那个。玉政博物馆的旧建这边齁，事实上当时的是一二期工程嘛齁，一二期工程当时是1亿8000万嘛齁，然后当时为什么会不够，没有把全部的整治完成，当时这些钱还有包含事后的管理费用齁，那个当时是立法委员江安雄跟我去争取的齁，然后因为我们在盖那一间公务房的时候，因为公务房全部是 Hinoki， 因为是 Hinoki 超过大家的想象的损毁，所以说在那一栋房把所有的经费全部都花光了，还花到不够用，所以说本来它周边的几栋建筑物就全部没有整修了齁，然后包含当时说整笔费用盖完之后预计会剩下1-2千万要留下来做管理基金都不够用，所以说我们第三级当时一直在本席也在当时也争取了好几次说是不是向中央在要第三级的整治工程，但是到现在一直都还没有，中央一直没有再批第三级的整治工程。这个第三级整治工程，我们相信周边还有很多都是老旧的房子，那 Hinoki 的那个维修下来可能都是几千万，甚至可能要上亿的经费哦。所以说本席这边也是建议中央先给钱，然后先来整治完之后，我们是不是再来接收？要不然的话，我们接收下几千万，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你拆开来之后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严重啊！当时就是因为整个那个住得非常的严重哈，包含所有的屋瓦全部要换新，屋瓦的部分，光是屋瓦那个台湾目前只剩下一个工厂在生产哦，为了他们在特别去生产这一批哦，所以说特别的贵哦，所以说很多的预算是我们没办法去掌控的，尤其这种古迹的问题哦，所以说在这里哦，市长我们要接收可以没有问题，我是觉得成为嘉义市一个可以引以自豪的一个玉政博物馆，我觉得非常的好，但是整修工程绝对不能落在我们自己的肩上哦，落在我们自己肩上，我相信那个非常的沉重哦。老局长当时也是有努力过哈，我们当时都在努力，一直争取这个成为玉政博物馆，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把它争取下来。我希望这个维修工程我们要做，我们要承担这样子的后续的管理的工作的话，前面的希望是中央把东西做好做完整。然后留一笔管理基金给我们之后，我们再来承接。好，这是本席的一个建议，谢谢。好，谢谢副道议员。请问各位同仁，对于本临时动议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原案通过。好，各位同仁，请问还有没有临时动议？好，廖天龙议员。议长。我家有一个代志要声明一下，请议长我一个时间哈。好，这个捍卫我们议会的权利哈，因为顶几天二十六，咱伫遮市政做探讨，
内底我有讨论一个事件，就是讲咱家己市政府要甲老百姓，咱要做水沟，咱爱一张土地所有权人的同意书，才会当伫顶面试做这个水沟。然后最近发现有一个新版，就是市政府因伫讲的讲横式甲直式，这张就是因讲的直式，这张就是因讲的横式，哈。那一刚伫只开会了后，我建议处长讲，这个不当的用词呢，咱是不是甲提掉？迄、那个无偿拨用这个部分提掉，处长嘛当场讲，这句话确实有值得检讨，应当伊的建议，应当伊的处理。结果唔知啊，什么代志？迄、那个下昼，咱的市长去巡视这个西横路绿地植栽的整个工程。底下开一个记者会，这个记者会市场内底有讲到一句讲我甲栽赃，所以我认为说我们议员在议事堂执行的议题，跟处长当面这样子的一个质询，然后次长也同意说我们的资料回去因有值得检讨的空间，为什么市场会讲我甲伊栽赃？这个是。是不是请市长你做一个解说一下，我安怎给你栽赃？请涂市长来说明。啊，谢谢张秀华议员的关心。那一天哈、哦，《联合报》还特别问我说：“你是不是要再讲说张秀华议员跟你栽赃？”我说：“不是啊，我还特别这样讲。”好，市长你讲的，你没讲栽赃嘛？但是哈、哦，我要。那你讲的，我就要猛力攻击故栽赃。来，市长你请坐。因为那个，英共是，英共是给我那个。那个录影档，市长您请坐来，您请坐。我们问的不是，还是你讲的，你亲自讲的话。市长，您请坐下，我们看录影室。有看说根本不对，以前的版本是102年以前的版本，那现在的所谓版本是102年以后的版本，那跟我完全没有关系，都是102年就做，我是104年才开始在这里做市长，103年底的，所以总会跟我关系，我跟我没有关系。所以这里面有两个详细的给那个公司来讲。但是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102年以前的版本的确有哈、哦，用词不大精确，让大家误会以为可能以后他就领不到补偿金的那种可能性。但是那是102年以前的，所以不好，所以改成102年以后的版本就没有这样子疑虑了。那他现在去把那102年以前的版本说，光说我们要换成这个版本没有啊？一定要一眼吹来的。都是用102年以后的版本，不是用102年以前的版本，包括张秀华也签来的，哦，这是第一个，这个很奇怪啊，因为他也签过，他也知道啊，不是用那102年以前的版本啊，那他说我们可能要恢复102年以前的版本，这一点很奇怪，所以我请那个郭处长说，哎，那谁就是因为不好才要那里嘛，如果你102年以后版本不好，你要干修正，怎么会用以前不好，这很奇怪啊。所以这不对的，但是另外一个不对是这样子的疑虑，假设有存在，他就把这个以前102年的版本，以前的版本拿出来栽赃给图形者，栽赃给图形者，栽赃给图形者，然后说图形者就是对嘉义市民哦，都给敢压榨到底，但是对嘉义市民就完了，哎，嘉义市民，哎，这个东西哦，过度隐身。后面这个是完全是隐私的，这个是不应该的。前面的话也许有资料上的一个理解上的一个沟通。那问题假设前面那个是有对的，这不对，等一下公司啊就会讲。那也不能隐身到后面这里来啊，因为102年以前的版本也是环评会版本，102年以后的版本也是环评会版本啊，没有推行的版本，怎么可以栽到我头上来呢？而且还过度隐身成收，你看。你这个哈、哦，就是对这个嘉义市民不好，对嘉义县哦县民好，然后呢，哎，又在配合议长的演出，那这样说不是也不好吗？就会把这个东西哈、哦，变成说，哎，好像一个黑人案一样的哈、哦，随便乱找，好，要拿出证据来也没有。好，应当是谢谢，先停掉。证据来也好，谢谢，拿出证据来哈、哦，我有拿出证据。不是没有拿出证据，是公务处长你给市长错误的信息。你等于你的办公室，你的办公室人员提到一张我5月19日人民承托和我签同意书，是你所谓的指示，哎，没有错。这个指示是从黄敏惠市长任内一直用到涂省哲市长任内，
105年6月以前拢是用这张，我无甲恁栽赃。恁摕到这张单，恁就赶紧甲市长请功。市长议员会知影，这黄敏二市长，恁一签有着的，做白来哩。我哪甲恁栽赃？要说我科长就任了，才改这张。您说我没有提出证据，我当日有跟你讲，七月初一您发的公文，讲到这张资料，这张资料内底爱人无偿拨用，这个用词不当，叫你来怎么改，你嘛给我答应好。结果你回去竟然提我服务处5月初民众请托同意书的单，这是105年的5月初，五月初是，我服务处签足侪这种单。民众要做所以哥要提出同意书，依照5月以前就是拢这种单，7月初杨松我上任了，才改这张。你顶摕到这张单，甲伊讲这句唔通用，人阁去问大师，大师讲这张你签未？你后盖你这个土地就是市政府的啊。你顶阁拜托公所的人叫电话哦，杨松我科长，这句话我敢有讲过？我爱下服务处的主任叫电话，甲杨松我科长讲，这句话是不是会当提掉？科长说，这句话我们想很久才想出来，还以你为傲说这是一句作好的话。咱一定会甲我讲，现场伊阁叫公所的人叫问科长，科长甲伊讲，这因签华智科的。宝龙处长，我都要叫你等你问法制科有没有这个事，有没有会签？好，请处长来回答。啊，法制科的行政处，嘿，有无？有会签过吗？是那个他们，因为我刚刚用口头了哈，他还没有办法确认，他希望我那个这张拿给他看，他才能够确认他有没有去会签。你等你查看有会签不？你要听我一个公道。OK， 好。这明明是涂选择市长任内，您这改，你怎么让市长误导说这是黄敏惠市长的？我给栽赃，栽赃是何等严重的一个字词啊！竟然从市长的口中讲出来，你这个是反驳议员的议会质询的议题。我想在座，阮任何一个议员都无法度忍受这个代志。来，市长佫讲我无提出证据，我的证据是依据。你办公室正式给我定情，叫我叫市政府把那句话提掉，我才会利用这次咱临时会都有市政讨论。我感觉这个问题影响到咱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问题，所以我一定要在这公开提出来说。然后我先感谢咱这些媒体追根究底，因为我比较质询了，伊嘛干嘛讲这个问题？这不可思议的，邱市长刚刚在影片讲，这真的太不可思议。我们怎么可以抢夺我们市民的财产？媒体认为讲啊，市长国发该说啊，干嘛质询呢？他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版本，他们再来求证。我接传这张5月初是我服务处用的这张单，和这记者讲讲，这就是黄敏惠市长一直用个涂信哲市长105年我5月用的版本啦。记者讲，对，这张就是市长哦，拄仔伫遐开记者会，摕来阮大家看。你提供错误的信息给市长，陷市长于不义啊！什么？我用黄敏惠的迄个这张横事诶，甲市长栽赃，这根本就是恁手来做出来物件。我的人在这，我做四届议员，我从来不会去栽赃任何一件案件，我有所本。所以市长，我是有证据的，不是没有证据。那7月初，徐正我跟你讲，因今嘛跟你讲，7月初这东西物质，对吧？因要你的信息是安尼嘛，所以你有甲记者声明四点嘛？这记者我有跟爱资料。第三点、第二点，你就是讲啊，新办人员伫7月初伊要发这张公文的时阵，误植到横式的这个版，这个所谓的旧版、黄敏惠版。市长，我跟你讲，其实这是你任内的版，7月初伊才开始要用的。因以你为傲讲写这个版，即摆因甲你看啊，乐乐等讲迄新闻话，错就是错，就是承认嘛。了后无多，我提供个资料，予记者当作是你嘛也唔知道，我直接嘛无甲你讲是民生路的事件。等于我这个公文甲民众真正的案例，因为我内底拢有做档案，
传到记者，记者讲啊你啊议员啊，即马是你市政府是演哪出啊？唔对了，先唔对啊！竟然您即马才阁声明一张讲哦，安尼议员讲的是对，是阮的公务人员甲公务的副驾验唔对伊，啊验唔对伊，啊我请问，怎阁有一个人提给我？七月初一来验这张，七月初六的公务员验这张，是的。所以唔拿一件，所以你讲这是误假误件，根本是不对，因就是要安尼做。你等于爱明察，你们这样子陷市长于不义，破坏市长与议会的和谐，市长一再宣誓，一对议会作尊重的，啊，结果是恁安尼哩不？恁捡石头，市长，和市长打，搁市长，我无配合议长演出，你拄仔讲我配合议长演出，议长迄天我甲伊借时间，伊落来为着要十分钟借我。伊爱起来，因人爱在场，这是阮议会规定。伊起来讲迄几句话，我完全唔知，因为依照我服务处的这个作业程序，我要咨询的议题，我的助理会给我准备资料。当天我给记者执行稿，来带我斗光，为什么对嘉义县就让利到极点，对我们嘉义市民要这么苛刻？你我做这个执行稿的时候，我唔知阮市长要讲啥话。所以我绝对无配合阮市长、阮议长的配合演出啦，所以你不要想太多，也没有所谓的填耳案啦。市长，你有填耳案被害证、被害证，你大概哪些发生什么事情哦？你就去想着填耳案。我们议会不分党派，阮只要为着市民、为着嘉义市的建设、为着市民的福利，阮绝对无分党派。大家拢认真为嘉义市民拍拼，这是一直以来阮嘉义市议会所有同仁不分男女，大家秉持的一个原则。另外有一篇还有一段影片，因为无时间通去播，市长你伫内底有讲这样子的一个问政，你质疑我的问政啊？因为迄阵你也唔知影讲是伊阁甲你第二个版本讲咱的迄个公务人员夹错档案，你说这样子的问政太荒谬了。说没有求证，我都有讲过，我有求证，不是没有求证。那我伫遮吼，市长、议长，你给我一个时间，我甲请问市长，伊、对我的问政有质疑，太荒谬，是不是？请市长你给我指导一下。好嘞，我的问政有倒位爱改进的，你跟我讲。啊，谢谢张秀华议员哦。这个部分可能要分两个层次啦，可能我针对这一句，这个影片都有，我可以给你看。这个部分呢、我回去就交代很清楚。如果其实不管物主不物主，有这样子就是要处罚的哈。但是我在讲的是说，因为连处长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我在欺负市民呢？哈，当然这个是我们同仁有犯的一些问题，不管是物主不物主都不对的。但是跟我不知道，所以突然就说我在欺负市民，那。在对嘉义县民好，这个对我来讲是当然很大的主控。我是嘉义市市长，我怎么会对嘉义市民不 好？对嘉义县民好呢？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嘉义讲句话嘞，对，这个部分的推，我说的。我现在只是在问你说，你是女工过来问政，你质疑嘛？你的影片内底有讲，我干那爱你讲，搞我指导一下。我这样子说明说，我在讲的是后半段，不是前半段。前半段当然是你有所本嘛，因为你一定有人拿给你看啊，陈情嘛。那我们内部要处理。我是说这样子引申成说，你看，这但是我不知道，连处长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所以这个我在讲的是后半段，后半段。来，你讲，你讲处长都唔知，你要他来知？这句话你里内底有讲，无唔对，你无管到这有，但是你就是。你做代志伤懵懂，你知无？不，我是后半段。就李处长第一时间提这个资讯讯息，你讲好，议员要甲我栽赃，你甲看，你著赶紧利用要去看四贤路的植栽四贤车道，你我甲看，你去拢无你讲四贤，你就是专门咧盯紧这件代志。迄天头甲尾记者会有人提供资料话，你头甲尾就是拢咧盯紧这代志。忙紧，这是你市政市长你家己的行政规划，你先调。我没办法，别甲我问哦。我讲无，这不是哦，这我跟你讲，你们是为了要让在这边咨询的，让媒体对你的平衡报道。逐天若刷，你就会去后壁面遐甲遐记者说明讲，今仔日你认为伫艺术厅内底质询不足的所在，你要予记者帮你做一个平衡报道。这个
我们也可以接受。但是刚世新电视台转播，你说我们就事论事啊，哈、哦，无分什么代志，我们是就事论事，不要感情用事。嘉义市政府让我们，我们嘉义市政府让他们三分，他们就会让我们三分钟啦。这是你刚甲记者讲，因为迄天我先讲代志，所有媒体的讯息我拢收集较足完整的。你安尼甲记者讲，就事论事，不要感情用事。我们让他三分，他就让我们三分。啊，你拄仔讲，我甲这个代志牵对家来，我是看到整个的事实。实际上，你对家己观真正有真好嘛？啊，无你讲咱牛三分，伊牛三，啊无你举来一个例就好，伊牛对咱三分，你举来一个，伊对牛三分，你讲我听得好啊？你这个牛牛，你看这例子哈，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可能说？因为这个例子来就证明我，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嘛。我是用这件代志来当市长，所以这个你对家己市民都卖只苛责，当然你唔知呀。我这个我该说你唔知，我来当接受。所以这是过度隐身嘛。因为现在是临时动议的时间，我也不要耽搁我们议会同仁太多的时间。我在这边，我今天讲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感受会到讲，你来到议会对议会尊重，但是李处长。以后请你提供给市长的讯息要准确，才通去报告。那无安尼话，你也破坏掉嘉义市议会甲市长中间的和谐啊！这是非常难得建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氛围、一个气氛。市长啊，即摆有冇挂嘴呢？今次即摆市长唔知挂几届，我唔知呢。这表示议会嘛，感谢感受到市长你来到议会，议会的议事厅，大家议员啊手行咧。这表示一个尊重，人是互相尊重，你尊重我，我尊重你。但是你若在外口黑白讲一挂话的时候，我就袂当忍受。那安尼你所谓和谐嘞，你所谓和谐就安尼用嘴讲尔啦，无用实际做。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市长，你真正的想要达到府会和谐，才是市民之福。也在此呼吁我们所有局处长，以后给市长的讯息不要再提供错误的讯息，这样子会造成府会敏感啊。以上，谢谢。好，谢谢了哈。但是我讲的是够后面过度隐身的部分，我不是在讲前面那个前面的部分，我们有错就要改。好、哦，谢谢。好，谢谢张秀华议员。那么在此我要提醒我们涂市长还有我们的市府团队，那么希望能够谨言慎行，那么不要以不实的言论来误导视听，那么影响府会之间的和谐。好，各位同仁，请问还没有临时动议？刚刚廖天龙议员，好好，各位同仁，如果没有其他的动议，本次临时会的各类议案已经依法定程序完成审议，宣读会议记录。现在请议事组宣读第四次会议记录。第四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7月29日9时40分，地点本会议室厅，出席议员祥如户表，列席市政府涂醒哲等22人，本会秘书长李佩玲等3人，主席萧议长署理报告事项，依出席人数已达法定人数，主席宣告开会。二、本日议程讨论议案临时动议闭幕典礼。三、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经大会无异认可。本日议程市政府提案甲一号案，案由105年度本市总预算第三次追加减预算案，业已编竣提请审议，请进行二读。办法室归会审议通过后，依法公布并执行。审查意见照原编通过，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完成二读。甲一号案，案由105年度本市总预算第三次追加减预算案，业已编竣提请审议，请进行三读。决议照二读，决议通过完成三读。议员提案以一号案审查意见原案通过，小组成员由大会推选，决议修正通过，联署人增加户大为议员，请提案人担任小组召集人，联署人担任小组委员。临时动议01号案，决议原案通过，建议事项。张秀华议员，探讨市府视作水沟用地新旧版土地同意书问题，建请公务处长不应提供错误的信息，县市长于不义破坏市长与议会的和谐。宣读完毕。好，各位同仁，请问对于本次会议记录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第四次会议记录于议程结束前宣读完毕，并经大会确认。各位同仁，本会第9届105年第二及第三次的临时会会期10天的日程到此结束，那么继续进行闭幕典礼。嘉义市议会第9届105年第二及第三次临时会闭幕典礼，典礼开始，全体肃立。
主席就位，唱国歌。国旗暨国父一向行最敬礼，敬礼礼毕，请坐下，主席致辞。董事长，我们市府各局处的主管，本会各位议员同仁以及各位媒体朋友，那么首先在此感谢各位来出席本次临时会的闭幕典礼，那么同时我在此也要感谢我们各位议员同仁的共同参与，那么让我们本会105年本市总预算第三次做加减预算案能够顺利的完成审议。那么其次，我们本次的临时会针对于本市北港路两段的这个区段征收，两旁的区段征收，那么以及货物转运中心的湿地重划，那么以及本市的市政问题，我们进行了两天的这个专题讨论。那么在会议期间，感谢各位议员同仁的踊跃出席，同时热烈的发言，那么也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同时透过与市府各相关局处的这个问答之间，也让我们本会的议员同仁以及我们嘉义市民了解到本市的重大建设，那么目前的进度以及没有进度的原因，以及我们市府未来的因应的做法，尤其针对于货物转运中心湿地重划的这个案子是属于县市共同开发，固然县市共同开发有较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当县市没有办法同步进行的时候，嘉义市也应该要有自行开发的准备，毕竟当地的市民已经等了几十年，我们嘉义市的市政建设不能耽误，那么也深深地耽误了当地的这个经济的发展以及居住的环境，所以在此我们要勉励涂市长跟我们市府团队对于整个市政建设的发展要有更积极的作为，那么让我们嘉义市民不要期待一再的落空，那么最后在此就祝我们各位能够公务顺利，大家身体健康，谢谢。李晨